依支个股推介是中海油883，经济日报投资热话组拣选原因是中特股概念热炒，石油石化股高息低 PE 叠加近月油价止跌回升，可以加以留意，股份留意中海油。中海油日前公布，为了确保股东回报，2022至2024年全年股息支付率预计将会不低过40%，全年个股息绝对值预计不低于每股7毫。根据彭博作券商的预测，2024年到每股盈利预料是2.95人民币，每股股息1.2人民币，预测 PE 4.6倍，而预测息率高达9厘噶。2023年预测市盈率4.8倍，预测息率8.8厘。咁就走策略方面啦，咁就中海油啦，见到个股价系中同国际油价走势相关度高啦，咁叠加呢个中特股嘅概念啦，咁就股价近月嚟反复向上嘅，寻日收喺14.44啦。咁就至于嗰个突破前高位咧，并且创咗新高，喺策略上啦，有货嘅话咧，继续系可以持有嘅，但可平均目标价咧就系16蚊啦，可以作为参考，回吐适宜守住13蚊嘅。